你好，这位旅客，把手抬起。啥意思？把手抬一下，例行检查。哎呀，不就是安检吗？查吧，仔细查查，好好搜搜，后边左边右边，我这还有身份证，89年的，人呢？哎，89年的，上面还有家庭住址，要不要电话号啊？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？吵着啥呀？干啥查户口呢？你着急，你飞过去啊？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，过去吧。谢谢。下一个，树脂。真是的了！站着过来，站着，站着，过来。啥呀？手抬起来。啊？手抬起来。抬呀？抬手检查。抬手。抬高点。再高点。别闹啊！我浑身全痒痒，哎呀！你笑，你笑，别这么整，你换下一项，你就收收身得了。鞋脱了。啊？鞋脱了。脱鞋干啥呀？鞋底太厚，怕有夹层。脱鞋。就有个内增高。哎呀，穿上吧啊！这味儿太大。身份证，身份证，干啥呀？我实名制买的票，要能进来吗？对，还有车票。完了，看看。别闹了，前面刷刷往里进，到我班这儿怎么又脱鞋，又身份证，又检票的？干啥呀？你能不能不喊？能不能不喊？注意点素质，大伙都瞅着呢。吓唬谁呢？公共场所。谁瞅我了？谁瞅我了？谁瞅我了？哎呀妈呀！这吵着大伙的，谁看不着啊？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、啊。那长那么磕碜，还老吵着大伙。是你家闲人了，我还用你家 WiFi 了？干啥呀？告诉你要避点事儿啊，避点事儿，听见没有？身份证，看看，来。真事儿真多，哎，我的妈！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，给。哎，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？咋的了？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？啥职业呀？织毛衣。哎呀，我的名我姓织，叫织毛衣。我妈为了给我温暖，给我起这么温暖的名字。这名起还织毛衣，那你哥叫织毛裤啊？对呀、啊，不是写思维博吗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家长也太有才了，给我起那名都大窟窿小眼子的。你这小样又洗缩水了。啊，还起球呢，巴掌还得起静电呢，咔咔的。我这行不行啊？过去吧。我告诉你啊，走吧，你别看我长得小，走吧，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，走吧。哎呦，反正，哎呀。
相公，俺们让你见见他外头啊！有病啊！有病啊！哎呀，我刚一睡着，这给我吓的。姐呀，你跟谁叫姐呢？老妹儿啊，你恶心不？亲呐、啊，你欠削啊！我想告诉你，这火山太大。对呀，林子大了，啥鸟都有，有喜鹊，有乌鸦，还有老鹰，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，对不对？车站好声音呢，等着姐给你转身呢吧，对不对呀？又来了。姐，我看你睡着了，我想勾引你一下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不是，我想指引你。听着没？你听着没？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啊！就姐长得如花似玉的模样，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、蝶呀、啊，能没点防范措施吗？看看这是啥？哎呀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啥也看不见了，洗手间给哪呢？哎呀，洗手间给哪呢？哎呀，哎呀，姐夸，真厉害。亲，你咋样？我挺好。看着没，就这个类型耍流氓，大张旗鼓的，一般耍流氓都蔫圈的。我帮你揍他去。用不着，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？坐。其实，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。震到什么？耳朵。什么玩意儿呢？耳朵眼子。啊，姐，你放心，你没有震到。哎呦，都什么年代了，叫姐多老土啊！现在都叫亲。亲，我们都是好朋友了，那我们。加一下微信，摇一摇啊！哎，现在用微信太熟悉了，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，我喜欢这个。还是文艺青年。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，哥喜欢用狂草。狂了，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。哎，你是大夫吧？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。亲，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，又聊得来，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。赶时间。那好吧，一定要记住玲玲哦。琳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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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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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你呀，就带那挨喷的样儿，啊，瞅你长那个样儿，他就带挨喷的样儿。哎，刚才喷我那姐呢？喂，喂，啊！你挺好，眼睛喷了看不清。啊，给20000块钱呢。在我兜揣着呢，没事，丢不了，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，咱家不差钱儿啊。没事没事，你放心吧，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。啊，行，我躺着，我迷糊一会儿，有点困。好了，再见。哎呀，钱就在这个兜了，迷糊一会儿，哎。就在这个兜儿，钱。小偷！哎呀！哎呀！啊！哎呀妈呀！李总，哎，小偷！
松开我！哎，小涛，松开我！小涛，你撒开！小涛，你撒小涛！哎呀，你个耍流氓！撒小涛！耍流氓！撒小涛！撒开！耍流氓！撒小涛！撒开！咋回事？不是，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，我让你对象。我刚才跟你说啥了？让你不让惹事儿，不惹事儿，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？不是，小偷，他偷你啥了？偷你啥了？哎呀，姐呀，他没偷我啥，你看看你啥丢了？我啥也没丢。手机？我手机在我这儿。在哪呢？这啥？这当当当。我手机呢？你手机在他那儿呢。你还我手机！我手机！我没有。你有？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。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。哎呀，这不就是我的吗？你看看，这是我的。哎呀，你看我还能插进去，我还能拔开，就是我的，就是我的。刚才你说你没有啊？对，我说你没有的。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，就你那小样的，一开始吧，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，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。我奔你手机干啥呀？哎呀，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？亲，什么想法？太过分了！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，对不？哎呀，姐，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？你就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，我拿手机，我不拿你呀！哎呀，你不光长得磕碜，你说话也难听。哼，怎么样？让我给炸出来了吧？来，跟我上派出所啊！啥事？一到，送派出所，你得我送啊！亲，给你个赞。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，我们的世界就好了。哎呀，就完了。哎，等会儿啊，不对，有点懵。你懵就对了，我清醒啊。哎呀妈呀，大哥你低了你呀，你英明啊你呀。姐，你看咱捋一下子啊，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吧。你想啊，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，我抱他腿干啥呀？你想啥呀？明摆就他偷的。哎，我知道了。原来是你。对，他想跟我抢你。哎呀！大伙听我说句话行不行？我跟你们解释一下，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对呀，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？我和这手机是缘配。站住！立马我跟你们解释啊！鸡巴！你快帮我！里边有违法。站住！给我的微信。还我手机！最重要的，我给他恢复出厂设置。走你！多狡猾！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，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。我刚 P 好的30000多张照片，我还指着他找对象呢。还我手机！还我手机！哎呀，你哭啥呀？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，不能用了。找你的。哎呀，原来是你！哎呀，我一猜就是你呀！来，看看啊，我来，快，就是他！原来是你们看没看着啊？哎，看没看着？他们以貌取人呐、啊，就是他，该活该！走！哎呀，哎呀，走，轻点！禽兽！别打我脑瓜子！你栽赃嫁祸！对，不是好人！对，说，你是车站好声音。姐都为你转身了。我长得就惹事儿啊。差事儿。
哎呀，听得真得劲儿，亲姐呀，把姐去掉，叫亲。自己爱一阵阵老雨。